假设 y 等于 f of x 的图形是通过点11以及23的直线，是求 f of 负1的值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函数呢是一个直线，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函数为 ax 加 b 的一次函数。那这样通过这两个点，我们就可以把点坐标带进来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个点11带进来就是1等于 a 加 b， 第二个点带进来 y 就是3会等于 2a 加 b。 好，这是第一式，这是第二式，我们用第二式减掉第一式， 2a 减 a， 好， b 减 b 没有了，3减1等于2，代入第一式，好，所以2加 b 等于 1，b 的部分呢就等于负1。好，那我们呢带回去我们的函数 f of x 会等于什么？ a 就是 2x， 好，加 b 呢就是减 1， 那么我们题目要求的是 f of 负 1， 所以我们再把负1带回去，所以负2减1就等于负3，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。